近日，漫画《蓝色时期》公开了第十一卷通常版和特装版的封面图，该卷将于9月22日正式发售。漫画《蓝色时期》于2017年12月开始在月刊 ATERNOO 上连载，同名 TV 动画将于2021年10月播出。该作讲述了虽然成绩优异，但对生活感到空虚无趣的主人公矢口八虎，发现自己对美术的兴趣后，全身心投入考取美术专业大学的奋斗故事。